紧张到你。哇，steady。我们 steady 的。我们很乖了。姐摆身子了一排，戴眼罩了一排。对。去帮忙看。来，连手，连手来。没有够。应该哦，应该牙齿痛啊！好了，哎，你点给我，好了，点给我。注意了，你最好低个头。我第一次吧。随便啦。你好了，干嘛这么？你配置不一样。我想这个的，对。没有，是包卡 ，OK。大哥，给他，来，坐好，坐好点。前面一点，不要倒前，前面，在前面一点，老婆绝对不会有错。如果发现老婆有错，一定是我看错。呀。我那时候都差点哭了。如果我没看错，一定是我的错，才害老婆犯错。大声一点。如果是他自己的错，只是他不是认错，他就是没有错。全部都是我的错。如果老婆不认错，我还是坚持她有错，那就是我的错。当然。总之，老婆永远没有错，这句话绝对不会错。阿姐有听到吗？阿姐。顾虑了，我错了。阿姐有听到吗？收获吗？
满意吗，二姐？老婆，你们选错。暂时换另一个。哎，都是牙齿有那个。没有了，讲完这个就 OK 了。啊，这个还好点，这个可以练到。你很大声啊！啊，衣裳配饰是我一生最幸运的事。能娶配饰为妻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财富。我和配饰能结为夫妇。这什么字？比我们各是一体的时候更棒。我们互相学习，互相影响成长，直到老去。OK。就是我姐姐 add on 了。啊，她 add on 了。啊，你要念大声给她听。对不对？这张丑啊。佩斯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伴侣，我会肩负她，守护她啦，要好啊。我宝贝他，宝贝他，把他捧在手掌心啊，手掌心呵护。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归佩斯所有。我会努力变得更越来越优秀。佩斯不喜欢的事，我不会去做，不会去伤他的心。不管佩斯变成什么样，我将永远爱他。可以开门了。